先在那个镜片上找到你需要打的两个点，就是说它镜框要安装的位置，然后再把这个这边装进去，先试打一下，先别打开电源试打一下，看看它的这个那个针有没有落在那个点上，如果没有的话把这个往外调一调，要确保这个针刚好落在这个点上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保存一下，要保证那个镜片的上平面要跟这个针是垂直的，这时候就可以打开电源了，就这样一直往下压就可以了。然后打好后把它取出来，这时候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呢肯还是没有打穿的，然后需要放在下面把它扩孔。我们可以看到扩孔完以后，它这个就已经打好了。